怎么了媳妇儿？怎么了？是刚才那道题吗？辅导孩子写个作业，咋还打鸣了？我还以为壶里水开了呢。是刚才那道题吗？一桶油54，两桶油多少钱？两桶油27，哈，真厉害。一桶油54，两桶油27，那肯定是满减了。有趣儿，这孩子多有生意头脑。给大伙看看，疫情期间我媳妇儿为我做的美食。我媳妇儿在网上学的蒸馒头，我展示一下手艺，接下来就有了视频当中的这一幕。果然，媳妇儿的爱不光沉甸甸，还硬邦邦呢。是等我哥离，我俩出去吃烧烤，这闻味儿都香啊。我说怎么这还有仨人喝？我喝点啊，干一个来。小伙居家隔离，邻居却接连几悠户外烧烤，这谁能顶住啊？当时我闻着味儿了，我瞬间我就点的外卖。对东北人最大的侮辱就是，你还能喝下去，埋汰谁呢？你们不整，我整，干！前有模特部来源于打农药，现有夏凉席取代瑜伽垫，妥妥的劳动人民的智慧。